感谢企业团体和个人对于推动台湾体育发展的贡献。日前，教育部体育署办理体育推手奖表扬活动，今年共有51个单位获奖。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出席颁发奖项，向这群体育幕后英雄们致敬。受奖单位中更有国内机车大厂连续8年获得肯定。透过足球赛事的举办，鼓励孩子们快乐踢球，持续将足球运动向下扎根。